们不要分开。一起去英国，不分开。你说的哦。嗯。以后有什么事，都不准给我闷在心里，直接跟我说，不要随便和别人乱说。不喜欢别人传话给我，更不喜欢别人安慰你。不会分开的。就算分开，我们的心也会一直一直在一起。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，我可以睡床下。不用啊，睡床上就可以了。对我怎么样吗？傻瓜，想太多了。再来休息，晚安。吃宫保鸡丁的话，我要拿走了。比起宫保鸡丁，我更喜欢你。你想吃就吃啊。你转过去。干嘛？转过去啊。下礼拜七月十号，去九份玩好不好？辛苦三了。好，打勾勾。勾勾就打勾勾。有没有听说有关这个宿舍？刘川，你在洗澡吗？洗澡不用开水的、哦。你被烫到了？没有啊。那你干嘛发出那种声音啊？因为某某最近比较爱捣乱。所以我都装这个声音跟他沟通，他比较听得懂。哦，狗狗会听这种声音哦。哎，那我也可以用这种声音跟我们家子女的马尔济斯沟通。是这样叫吗？差不多了。嘿，那我得好好练一下。哎，你赶快洗啊，洗完了回去睡觉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哦，这书是用来研究，不是拿来摔的。对不起。
好。可以哦，林嘉恩，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？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话我买给你。这有两个，我们演一个。好。你发夹掉了，谢谢。下雨之后变好冷。再上去一点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见不到你的话，我可能会有一点点难过。你想陪嘉恩姐姐过最后一天吗？还是以后的每一天呢？嘉恩，你将整个花朵绽放整个天空，我们怎么将花瓣抱在你的怀中？不愿承认是我最深情的脆弱。嘉恩，这就是约会了。不是啊，我们就是吃个饭。对我来说，就是约会了。我，如果你还没想好要去哪边的话，刚好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那我现在告诉你好了。那天我摆在唱牵挂的时候，我抱了你，那是因为
那是因为我。转向。为了。谢谢。我喜欢你。不用担心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的。毕竟我没有软弱的权利。不是吗？最初相识的美，难以言。会错。你想要接什么密码？Joanne。Joanne。嗯。好。干嘛？会痒啦。我很认真的。哪有密码这么长啊？真的啦。不是你自己回去研究看看。太痒了。